提的案子啊，我叫 Alan。那我想提的案子是家用水侦探。那主要是因为看了这个用数据看台湾他们做这个水库库容的分析之后，就是大家会有感觉，现在北部的水库啊，南部的水库现在分别蓄水量现在剩下多少？但我们不会知道自己的家是用哪个水库的水。那我想要做的就是，如果说我们可以把地址输入，就可以知道我们家现在是用哪几个水库的水，因为他们通常会进到可能一两个水库进到同一个净水厂，那我就可以知道我家是用哪个净水厂的水量，那我们就可以知道现在预计，例如南部已经快要进入干旱期了，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现在剩下的水量还可以用几天。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更容易去告诉大家要好好的省水，也比较不会就是大家就是想说啊，政府都在骗我啊，就是明明就还那么多水，为什么要限我的水这样子？那在这个情况下的话，所以我就觉得，那既然这样子，既然我都要做水量了，那是不是连水质都可以一起研究一下？就是如果我可以去知道我这个水库的上游的水，的河川是哪一条，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知道，现在的水质状况是怎么样？我喝的水在经过净水厂之后，会变得比较好喝一点，或是比较复杂一点？那所以我们的想法其实蛮简单的，就是先做一个可以用地区去分辨你到底是属于哪一个净水厂跟属于哪一个水库的使用者。例如我们在这边也可以知道我们是用哪个水库，例如翡翠水库之类的。然后再结合水质的方面，那可以做出一个不管是web form 的程式，或是一个 app， 或是一个chatbot， 然后每天推播告诉你你现在能使用的水量剩下多少。那我目前大概想要的是，第一个要水文分析师可以帮忙算我们剩下的水量可以用多少时间。那程式的话可能就是写个 app， 写个 web， 那可能还要帮忙设计才不会太丑，不然像我们设计出来就蛮难看的。那可能就是大概是想要这样子，那有兴趣可以再找我这样子。好，谢谢。